在很深很深的海底里，存在着人鱼居住的国度，而传说中的强大宝剑也沉睡在那里。你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创造出虚构的海底世界。哇，整个城镇都变成大海了，不止整个城镇，全世界都变这样了。而大雄这次巧遇的神秘人物是什么？人鱼族的公主。据说我们人鱼族的祖先在5000年前来到了地球定居，并且建造了一座很大的城市。奶牛，哈利，哪里来的硬邦邦蓝色河豚啊？我不是河豚，是猫。不要！快把传说中的宝剑交出来，我们管鱼族将成为统治全宇宙的神。公主要跟地球人一起并肩作战吗？是，我愿意相信大雄他们。司机追过来了，大雄！把宝剑交出去，就可以救大家了。格菲尔，绝对不能轻言放弃。大雄，走吧，为了公主，第30周年纪念作品。